邱振兴关心来自家己切消息，这是数十年来一再破局做了做善事的家己行善团，今日举行创团53周年和成立社团20周年的感恩庆祝活动，今日头先特别颁发感谢状，予两位创团的成员。危险不留任何社团法人嘉义市嘉义行善团创团53周年，理事长蔡文华向所有志工会员表达感恩，大家辛苦了。就着嘉义市长涂新哲做伙向营务理事长赵宏以及创会元老王全雄，也還有自亲志工的订团之宝105岁的罗金林阿嬷来颁奖。罗金林阿嬷依然有着行善团成员的兄弟罗兆雄在去工地爬山，这是一个最快乐的高龄志工。义工更要感谢我们全国的人类长的义工啊，卢仁金阿嬷，她今年105岁了，她进来每一个礼拜都会到我们义工去，仍然要爬20本级的，哇，所以这个坚持的非常的值得我们啊感谢，来学习，谢谢，感谢。嘉义市的嘉义行善团，绝对是嘉义市的宝贝。不但是在嘉义市有名，在全国有名，世界上也有名，啊，所以他们哈，有非常多的一个助攻，那他们多年来做了非常多好事情，他们感谢助攻的朋友帮忙，今天在这里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感恩会，可以说是光盖云集，人潮汹涌啊，充分证明我们嘉义市的爱心，我们感谢嘉义市行善团。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他们，让他们这个平台发挥最大的一个善的循环。感谢他们，这几年来哈啊，替咱全国哈啊，所有需要造桥铺路的所在啊，拢会使看到咱嘉义行善团咱所有志工的一个身影。啊，尤其嘞，咱查讲行善团伫咱菜市市场哈啊，咱万华兄的领导之下嘞啊，不但哈是哈把所有的善心哈。这些善款做最妥适的运用，而且有很多包括边缘户、中低收入户需要帮忙的时候，哈，啊，行善团也都是很大方的在帮忙，啊，所以我今天来你家呢，啊，就是以身为嘉义人为荣，因为我们嘉义有一个嘉义行善团，是全台湾最有爱心、最棒的慈善机构，最好的一个行善团。理事长蔡文华表示，嘉义行善团创团53周年，好桥造路成绩领先，感谢感恩大家辛苦了。因为这我53年来有很多无名英雄，帮我们行善团建立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继续为我们台湾啊这个善的力量继续延续下去。这是上太重要。第二，我全国今日观光现场有70-80万，无法度通啊一一的跟他们致谢啊，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啊表达一些我们一点点的那个谢意啊，再来义工个会员，我们主要的这个感恩的对象就是义工啊，加迄个会员、正式会员、赞助会员等，这大概5-6千人嘞哦，过来。讲太重要了，还要再感谢什么？感谢我们这个团队，这改安尼，我平常时安尼做，大家也在讲哦，合作无间，啊，大家无私的奉献，啊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今天的欢迎会是非常的热闹，邀请弱势团体来表演精彩节目，另外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奖品，有电视、卡达车、等等大量的模彩品，甲志工鼓励，嘉义行善团。为嘉义出发，爱心遍布全台湾，安尼的善念行动也未间断，更要持续落去。谢谢新闻蔡炳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